撼首尔举行的中华民国国庆酒会，由汉城华侨中学醒狮队带来表演，及合唱团带领下齐唱国歌。会中特别安排道地台湾美食，让韩国贵宾大啖台湾味。他们带来的特色基本上都是我们南台湾最重要的一些这个海鲜食材，包括乌鱼子，包括这个milk fish 就是虱目鱼，还有就是樱花虾，这些代表南台湾这个特色食品，我们今天都由他们的这些优秀主厨啊，我想做最好的呈现。国庆酒会邀请南韩各界贵宾数百人，驻韩代表石定除了感谢韩方过去对我方的大力协助，并和贵宾们齐祝中华民国国运昌隆。参加仁川亚运跟本年在光州市大运，这不管是赛事还是我们的代表团的规模，都是可圈可点。我尤其要感谢韩方对我们的大力协助。台韩之间经贸交流频繁，这次透过南台湾特色美食，再度让南韩各界见识美食王国的名号。